希望老板会对我满意啊。希望老板可以给我加薪，才第一天而已。那你记得他们应该会只会出现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假如说有看到你的话，那就可以发个信号。大只的来了，大只的来了。我对，他要吃我，他要吃我。哎、欸，对我被他咬死了。OK， 昨天跳海了。刚上班第一天就被扁。了，没事，我回来了。好，然后把这些蛋带回去。Okay, 谢谢大蛋。有一只大只的， okay, 大只的。我最会对付这种杂鱼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只又要吃我了。不要啦，这边没有路可以跑了、欸。还有。哎、啊，我被一个打下去了。我被一只鱼打下去了，不。你们的工作成果实在是非常出色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加薪。杂鱼们来吧！有了，我早就蹲好准备好了。这边还有一些，哦、不要这些我来丢好了，没事。怎么这边这么多只啊？哎、有，很漂亮，我们超多东西的，我们27颗。有，今天的客人看来很满意。没有问题，老板看起来也很满意。我们完成了老板两倍以上的量，很多人想玩这个、欸，这个很赞哎、欸。这搞不好比线上还好玩，而且还比线上还要找的还快。都是啥？送出战绩，称赞他就可以把那个元气弹发出去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我丢到水里。原来是你放的，是不是？我暗暗看那是什么。会不会打工啊？第一天打工是不是？哎呀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新来的总会把仪器用坏一些嘛。这是我们的资源呢、欸。过了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顺便按按键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再继续打多一点工。老板，午休时间不够，我上厕所啦，老板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打到一只走私鱼就是一个金蛋，然后小心他们会把金蛋拿走。OK， 不可能是近战的我的顾家吧？我来帮他们射下来，然后你们来打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就尽量射。哦，恐龙蛋被偷走了，还不鱼软。恐龙蛋，你的蛋很多、哦、很多、哦。是哦，这关就是来赚的。这关拿刮水刀根本没有用哎、欸，刮水刀很好用啦，这就跟我不想要猎弓一样。猎弓我还行，不要给我刮水刀。哦，不要让他们掉地上，因为掉到地上的话，那就是神怪砖。原来如此。我再把这个搬回去就好了，拜托让我搬回去。啊，得了。处理你，我处理你。哎、欸啊，哇！他、哦、只要撑住就好了，他撑住就好，再撑五秒。救！不用、欸，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好。行了。好哎、欸，有，还好他有救到我哎、欸，帮我们是要倒哎、欸，好，大师来了，要打王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人刚，我没有玩过 BOSS， 好酷哦。那個、我去打那个，哦，有人去打了。到时间限制哦，1分40秒。我先解决掉旁边的东西。我来会飞这家伙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好像可以开大。要开那个，要打蛋去打那个，拿蛋去打那个头目，拿蛋去打头目。这边有一些。20秒，打不打得赢？可以。看起来不妙。不太行。我怎么只有一个？剩你一个了，真的假的？加油！好了，我没有活着就好吧。我看我们是没救了。好了，也对。来不及哦，哦，完了。哇 ，BOSS 好强、哦！我是大屁，好酷哦！但是我知道 BOSS 怎么打了。没事。我很感谢你们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哦，谢谢老板，老板真明理。老板，我想要报那个劳工保险，有吗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先把他打死就好了。客人有点多。没事，我把客人都赶走了，就像是往我赶走，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他们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是要把客人赶走吗？我一直都搞错重点了。那我对客人的态度可能不太好，我很抱歉。
你要让他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请他们吃子弹。那边有一只新的，小只的太多了吧？我觉得剩十秒了，我要把这个蛋搬回去。哦，小只的，叫就是一下这些小只。哎、欸，我被小鲑鱼击倒了。你以为他们很烂吗？哦，哎、欸，他要咬我。哪里哪里？我快处理掉这家伙了。啊，处理掉了，处理掉了。哦，后面有只蛇，小心小心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又一只？没事没事，炸死了。我们这只奥克有点多哦。看到二代打工的经验了吗？过了，过了。哎呀，没有结束哎、欸。哦，没有结束了。我还以为没有结束，我想要打 BOSS。小心小心，他们在吸我的蛋。不对，那不是我的客人，不要通通。客人，那个是我们的蛋，不要这样。客人，走开，客人，客人。今天的客人好像有点糟糕啊！好多人，好多人！哎、欸，我倒了。哪里哪里？你可以求救一下。没事没事，过的。过了。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开心，吓我一跳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我救到你了，吸我的蛋。我怎么讲都很糟糕，对不对？那个没有正确答案。老板不是说这个工作有保障，然后那个环境也好，多好的呢？老板这工作好像没有保障。完了，老板不理我们，老板不给我们队友了。哦，老板不要这样啦、啊！老板，我很抱歉。哎，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有一只哦，有一只哦，要丢炸弹哦。好，我丢右边。哎、欸，我也丢右边。OK。好，漂亮，没关系，我再丢左边。撑住就好，我觉得太多了。左边也有哎、欸。撑住，撑住，二十秒，没关系。有了，我丢到了。嗯。1,6,4,3,2,1 哈！哇，没丢到，可恶！过了。Okay. 哎呀，哎、欸，歪倒了。嗨！有。